来我们生活的很好的，就是因为某些人分割不清楚，造成了整个社会整个，哎呀，这一说又说远了。这么大的损失，你看我们关在家里已经45天了，生活也物价也上涨了，我们能说什么？你看我就是在群里跟社区提几个意见，你看那一批马屁精啊，就是我不该提的。嗯，那其实是说老百姓其实心里边应该都是知道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应该大家都心里边应该是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吗？我是知道的，别人可能也知道，但是别人有时候不敢说话，我有时候说一下。就比方说这一段时间啊，我们社区里天天说啊，他们怎么累怎么累啊，报纸上面天天说有什么评价菜、评价排骨等等等等。社区里我就跟他们社区里说，我说你们应该多采购一点嘛，社区都说采购不到，就是总有一个人说假话了，说话的不是真的。你说你采购不到，现在有两种情况，一个就是啊报纸上的虚假宣传粉丝太多，一个就是你工作不力。反正我是一个居民，我就跟区长那边投诉啊，他们就改革问题该怎么改革呢？火系里到底物资供应够不够，你们要跟老百姓说清楚。我在区长投诉那边我就想说的，我说总有一个人吧，要么就是报纸宣传不对，要么就是社区工作不力。我说我们怎么难，太难享受你们这个报纸上面的。从22号开始，我只享受到了一次，我们的生活费已经飞涨了，还是现在只吃2餐饭，要是吃3餐的还要多啊。嗯，生活是很紧张的，是吗？他所报纸上面登的评价菜啊，所谓的评价菜，你看我从22号开始。买到了一次，嗯，其他的都是买的高价菜呀。哦，没有啊，那报纸上面说这有那有，看你知不知道青山的假的这个事情，这都是一样的。嗯，太平我们没办法，他粉饰太平还要叫人感恩，这个事情这种做法叫什么样一个做法呢？我们在国内敢瞎说吗？嗯，你说多了，你说真了，他就把你抓起走。可以，很多人都起的，比方说起的这个什么微信名字，什么盼天明啊、天亮了啊，都是这些网名。我们就是实名，很艰难的。比方说，我们以前没封城之前，一个月啊，嗯，打个比方的话，用3000块钱生活费。现在最少要4500，而且还不像以前那样物质丰富。如果你关在家里，你没有位置买呀，一个通行证就是钱了，就可以财源滚滚了，就可以卖高价了。那谁能拿到这个通行证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到社区里去问的时候。啊，他说那要审批呀、啊，什么审批呀、啊，这要审批那审批，我们办不到。我说谁可以办呢？他说那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呢、啊，工作人员呢、啊，这个是为社区服务的啊。我说我的车可不可以为社区服务啊？他说我们有了。像我们发现了这种问题，我们就不说，我们就要找上面反映问题啊。他们就没有一种思维去敢反映问题，但是我们反映了之后，他们要反对，证明了我们反对，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？你可能听了感到就怪怪的，我们在这种怪怪的生活圈里面，你说是什么心情？现在社区的就是说明显说没有物资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我说你物资供应紧张，你就要告诉我们，不是骗我们，不是让我们在下面
真的喊的，现在是这样说啊，很多人的话就是造成，比方说这个物质供应紧张都在争，你为什么搞得别人停了？你真的是把这个放开的话，你看外地多少菜到那个什么到大市场里面卖不出去，这边没有菜吃，那很多视频就拍了很多的视频，就是大市场的菜要很多便宜，就是别人批发商就是开车子的老板都说什么什么便宜，这个菜他们还卖不出去，2块钱3块钱一斤的黄瓜还卖不出去，出去到我们好像就是8块，因为他平价的供应太少了，